不要了。很严重。节目做不了了。严重？没有没有，他主要其实不严重，但是他正好在脸上的，我他妈服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那个逼拿农药那个刺的人贼鸡巴疼。过两天就好了。哎，我们酒店在哪儿？乐极生悲了，乐极生悲了。我也不敢过去。你给我道个歉，这事过了，对不起兄弟。不好意思，传媒人。给你吃一块肉。哎哎应该不会扫好几个四十，我都说了吗？就让小姐姐扫。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受伤了，脸受伤了。这个是谁了？幸福在里面，那叫坏呀。你不幸福。哪还有啊？杜兰特加入不了了，明天再说。先回去换个衣服。我要去看一下镜头，不知道镜头里面和真实是什么样的区别。回家要加。没事，我到时候就这样和你们聊天。那就绑上，绑上，绑上。快了，不像一米，你一个人吧。我脚。我出去办了。你要我你不要打不上马。现在不卡了。我们酒店怎么还没找到？这手机没电了，找不到地图了。走过了吗？哎，同学，你知道那个艺术酒店吗？什么
红什么艺术酒店还是什么顺艺术酒店？知道。红顺知道吗？帅哥，你知道这附近有个酒店吗？叫什么红顺酒店？还在前面吗？谢谢啊。妈的，服了。15块一把。我感觉走过了，怎么？你知道那个红顺酒店吗，同学？红顺酒店。嗯。不知道，我不是本地人。红顺。嗯。红顺酒店。有个叫什么什么艺术酒店的。艺术酒店。我主要忘了我那个酒店叫什么了，兄弟们。你去百度上搜一搜吧。我手机没电了。手机没电了。这另外一个手机没电了。芒市广场在哪里啊？芒市广场就这里呀、啊。是前面还是这里、啊？就这里呀、啊。这边是吗？就这里。哦，谢谢。被打拦着换辆车。你好，那个有个叫做什么艺术酒店的是在哪儿？艺术酒店啊，红顺吗？红顺还是艺术啊？红顺啊，红顺艺术酒店。你有没有名字啊？叫那个名字。这个是广场在哪里啊？芒市广场。广场就在这里了。这边是正广场。对对对，这是正广场。那边呢？那边是军事特别了，已经是。OK， 谢谢。你稍微等一下。我他妈服了，这酒店这么难找。杰杰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帮我问一下超管，然后打到公屏上啊。我挺纳闷的，对呀、啊。红顺艺术酒店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那就是，那我没记错。美女，能帮我导航一下吗？红顺艺术酒店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了。红顺艺术酒店好像就在那边。行，谢谢谢谢。让我过一下。
导航不会用吗？没电了手机。嗯。老几点了？老几走了呢？姐，红顺艺术酒店在哪儿？红树林。红顺。红顺。啊。往前走。我搞不清。你帮我导航，你帮我搜一下呗。我这个手机没电了。红顺。红顺这边。过去。那，OK。那就这里，就这个。谢谢谢谢。嗯。OK。什么巨婴啊？怎么手机没电了？有镜子吗，美女？有镜子吗？你帮我再帮我弄一张房卡呗，那个405。我们先去帮你开吧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对。走五步一问，那没办法，我不知道在哪。鼻子也歪了吗？我他妈自己把水枪给划到自己脸上了，这才是最气的。嗯，这明天节目你怎么做啊？嗯，还好。没破，那就是红了。小伤小伤，主要是在脸上比较明显，比较看。破倒是没破，就这儿有一条破了，其他是里面红了，还好。让我这么嚣张，没毛病，太嚣张了。嗯，被那个什么卸妆水呲的我。哇哇叫，然后一下一甩，然后那水枪给我刺上来了，整个创可贴贴上了，只能这样子。没有，那节目主要是 CP 节目，你说我这样了怎么做？做 CP 节目确实会多多少少有点吃力吧。兄弟们快，我得去一下医院了，再不去医院伤口要愈合了。我操，好难受啊，差点伤口愈合了。嗯。博哥不是求生节目吗？他说的官方说的是那个什么。
官方说的是 C， 也不是 CP， 官方说的是旅行节目。嗯。放音乐，但还是挺开心的，还是挺开心的。让超管给送个消毒的东西就好了。嗯，有没有那个受伤消毒的东西啊？PK 选女嘉宾，兄弟们，PK 选女嘉宾，打一个破伤风。不是我那个，只是塑料的，没事的，没那么严重。塑料的水枪给我划了一下，嗯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PK。谢谢谢谢，这妖总吗？谢谢 My Love 幺幺，谢谢妖总，谢谢妖总的时光油桶，谢谢妖总的浪漫旅行车，谢谢妖总的威尼斯小船，谢谢妖总。超管说等那个什么，等晚上开会11:30。博哥，你脸破了，女嘉宾会选你吗？总有一个嘛，总有一个不能先落单呗。为了致敬一下刀哥，我这都成了刀脸了。麦雪哥都可以。我走，玩一会儿还挺累的，玩那个雪玩挺累的。我洗个澡，别问，问就是那个什么，兄弟们别问，问就是被女生挠的。我洗个澡，兄弟们，洗个澡完了以后再播。我他妈自己被自己的水枪一甩，给甩到自己脸上了。
给你们充个电，我去洗个澡。不是那水枪在我背后，我那个人一呲我，我就要自己一甩，然后水枪就要挂我脸上了。我那个洗个澡啊，兄弟们。绝不罕有，往街里。
Thank you.
哦。哎。什么？好香啊！啊，没事，我没看见，我没看见。我操，挺严重的，你这。嗯。你是被挠了吗？没有啊，我。你有几个爪印，像猫爪印那感觉。被水枪给划到，喷了。行，我喷自己呗，被水枪划到了。哎，自己的火水枪我应该是戴着口罩的，刚戴口罩吧，可以。对对。你最近瘦了吗？瘦了。嗯。我靠，这么多人！哎，你看看外面，各位兄弟们，看外面。嗯。你这带着啥呀？这么多油的衣服，好多不一样了。你在外地待了好久。哦。你最近怎么感觉变壮了？你有锻炼吗？没有啊。嗯。变壮了。嗯，有的变壮了，胸肌也变大了。嗯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你这没穿衣服呢，没穿衣服呢。太敬业了，我最近操劳了，是吧？我操，这自己给自己划的真傻逼啊！我以为你，他们说你是被女生挠的，我以为呢。嗯，对，真被女生挠的。是女生，然后女生挠我。我操，服了！你是刺哪儿了？我就刺他脸啊，他挠我脸。嗯。看看人家，是我是有点敬业的。几点到的？我昨天到的。那你别出去玩。我昨天去广场逛了一圈，挺好玩的。他晚上有表演节目呢，就。哟，还有防晒。可以。我一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到了在干嘛？那打会儿金铲铲。我今天下午滋了几百个妹子。他们说你今天滋了好几百个妹子。我操，真爽。嗯。爽是爽，就把自己。我用一点防晒啊，用啊。不会泼开水吧？我看着早上有一个喇叭对着我们一直喊那个，不能用开水，不能用脏水，不能用洗脚水啥的，不能用那个。有热水。你搭档到了吗？我不知道我搭档是谁。你不知道你搭档是谁呀、啊？不是 PK 会选吗？十三号好像 PK 会选吧？有原配啊。你最近是变帅了，你要是脸上不挨着一下，好，你挺严重的。那我。还行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嗯，借个口罩给我就行。那，我操，真是的，哎。广场里边水缸是源源不断的水，你们看这个。我刚刚洗澡，那都是热水，没冷水。啊、嗯。我们这个酒店
我昨天提前一天来，700多块钱，将近800，平时120块。衣服是我们淘宝店，你没拍我，我没拍你没拍你放心，我你还不放心，他给你扣分，我没事，我满分。你不方便拍，我可以拍，满分。有每天窝在家里打游戏，哪有什么扣分的？叫你贱被干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千万不能惹女，惹女人，给你挠，别贴创可贴。我其实就这里破了一点点，你看看是不是我？让观众看一眼啊。嗯。你看，真挺严重的，我操，真挺严重的。你这个没有4-5天好不了。我的意思说，我好像就这破了一点，其他地方是红的。有红的就好，它有流血，就这有一道，嗯，你仔细看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那边，你这里一道，这里一道现在还在流血，中间这一道很深，现在还在流血，就那一道流血的，其他的没流血就行，没流血红了，我隔两天，我觉得你要消毒一下，我怕你回头留疤。他们买过来了，买过来了是吧、嗯？你千万注意，你这靠脸吃饭，没事儿，可以整容。不行，回头整一下。那个，你看胡歌不是完了以后也能给你整回原来的样子？嗯，他那个也是烧哦撞伤，他那个是撞伤。女生抓的，我不知道呀，应该是女生抓的。他这个这样一道一道一道。感谢轩啊。你什么档次和胡歌比？我不是说，我是说，如果真的毁容了，我再把自己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对吧？对。最近不跟那个人比了吗？那个？张继科。不太好。啊，好。以前刚认识你的时候都是跟他比的。嗯、难受。我带这玩意儿是不是出去可能会死？这个东西很好的，你在网上买的吗？我网上买的，我带过来的。感觉子弹有点少，不如10块钱叫你买一个。我过去拿这个自别人，意思是不是挑衅？刮痧。我回头得去外面搞个狠的。我带了一个，他们说脱水节得滋一下。不能吃辣椒、酱油什么的忌口，没事的，真没事，兄弟。不至于的，这个还挺好的，你看，能喷2米远，不至于的，不至于的，没那么严重。啊，我先去找秀才拿个那个防水套去。行啊，我看莫哥的镜头里，我看你这个镜头里面挺严重的，你看一下，你看，我没开那个美颜，嗯，你这镜头里面挺严重的。我先过去一下啊，嗯，口罩给你留这儿了啊。OK。感觉这口罩也没用啊。实在不行，涂点素颜霜。你蛮傻逼吧？本来没感染，涂点那些东西感染了。嗯，戴反了好像。可以，
一会儿叫我拿这个口罩就好了。衣服怎么破了？这衣服本来就这样的。什么叫做不看脸好帅？如今是陌路人，这关了美颜了。我觉得也对，影响不大的，影响不大的。你消一消就好了，结个痂。鱼负全责，他昨天夸我。抹点东西，啊，这放荡的灵魂。消个毒和小莫出发，不泼水了吧？我不想泼不动水了，兄弟，再泼水有点难受了。刚洗完澡，太累了。等一会儿吧，我点了外卖，点了那个姐姐帮我点了那个碘伏什么的，我一会儿消一下毒。博哥挨打也不直播，直播了呀，刚刚挨打的时候直播了，你没看到吗？你消了毒以后出去吃东西还是怎么样？我用水枪刺妹子，妹子给我划了两刀。会去版纳吗？明天吧，明天也应该这两天在这里，这两天都在这里。开了磨皮不如刚刚帅。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，真的幸两三天差不多好了。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，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。亲爱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，有动人的
的平常，有真实的快乐。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是苦苦奋斗着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孩子和我。我们都说过，无论以后怎样，都要好好的。不能沾水吗？尽量不沾水吧，开点美颜。要不然自己看得太奇怪。他不知道那个官方节目到时候让我们几点 PK。我贴创可贴不是为了别的，如果真贴创可贴的话，只是为了挡住这个伤。他们几个妹妹开播了吗？帮我洗了一下。几点？几点到啊，姐姐？几点到啊？副驾的小雨伞不是我的，彪哥放的。来了。带什么节奏？这玩意儿是怎么用的？折断蓝色，
口服液，原来在里面的时候就直接折断。他就是这里破了，这里破的流血了，然后这里破了，其他地方只是红。不过我感觉你离开直播一个人不会自理，应该还可以吧。小时候没有抹过这种东西，我以前小时候从来不用这些什么碘伏什么的。对，这句话说的，我要是没有钱的话，我要没有钱的话，那真活不下去。但我离开直播还是能活下去，离开直播能活下去。你有钱吗？没有钱，活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，八七哥？八七哥说什么？你们复制一下。借点钱，抽点礼物给你。借4000吗？充4000鱼翅吧，行啊。那个拍 ID， 我他妈又不是娘炮，他妈破成这样子，然后到处说。我那样拍不到我自己，我这样能拍到我自己吗？我在拍八七哥的 ID， 我让你充鱼翅呢。
那天做的梦成真了，梦都是反的。重点是我自己给自己来了一下。没和姐姐说，没和他们说。但是玩的还挺开心的，兄弟们，真的玩的还挺开心的。这个东西明天应该就结痂了吧？明天结痂了应该就好了吧？明天结痂以后，我主要对不起哥，我说的，我主要担心那个什么，担心明天节目他做起来。太难了 ，L 哥。直接给我干废了。兄弟们，要不然来点礼物，至少我心情会开心一点。就已经挨揍挨成这样子了，对吧？谢谢开道。迷途，谢谢我天道哥，谢谢无邪天道，谢谢天道哥，谢谢天道哥的游乐园，谢谢天道哥，谢谢你在想屁吃的机票，赶紧去医院看看，要不然失血过多了你怕。谢谢 TT 点嗨呀的小画家，谢谢兄弟。犹豫这么久还是说错了，迷飞。谢谢我，谢晴天哥，谢晴天哥的迎春飞机，谢晴天哥。荼蘼，哦，荼蘼，谢荼蘼，谢刚小博的油黄，谢兄弟。八七哥冲好了，八七哥。应该睡一觉就好了，对。嗯。我刚用口水消毒了。我真的，你们不说口水能消毒，然后我就用口水黏了黏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。它这个好像可以敷面膜的，应该是有那种医用面膜可以敷。积雪炒面膜，外卖有。不用创可贴。出去戴个面戴个那什么口罩就可以了。本来没啥事儿，用这个用那个到时候发炎了。嗯，但是我这两天防晒能涂吗？这两天出门得涂防晒啊。我先别下去了，现在我别下去了，因为我怕现在下去他妈的我担心现在下去再给我脸上呲了水。